Hello，你好，我是峰哥，刚刚去拿个快递啊，看这是什么啤酒，因为我妈跟我说了很多次了啊，说让给她买一种好喝的酒啊，她说白酒又太烈了，然后啤酒有点胀人啊，因为我妈平常有时候像累的时候啊，或者有好酒好菜的时候啊，我妈喜欢小酌两口啊，这个都是。在我婆婆那个年代，就是她当媳妇那时候啊，跟我婆婆是锻炼出来的，到现在也要小晕一妈，妈，对，在哪？你在哪？行，我在屋里刚把屋里收拾好。屋里收拾。你现老在，公加的啥？加的啥？拿去。对，那个啥？那个啥？鲜榨米酒。上次你不是说喊我给你找款好喝点的酒吗？这个喝起他们就说很要顺口嘞。这个。可以。这个又不长人，但是我以前没喝过啊。用心的，实心的。看这个米汤呀啊！都是要米汤呀。上好嘛，那个贝贝打点搞好嘛。这个度数也不高，白酒度数太高了，是不是嘛？那个白酒喝的烂心的很辣是吧？烂心啊！你喝好多年的酒了？喝了那子讲你婆婆的，婆婆还在我们这做土地搞农业的时候，做土地的还两个人坐到喊饿到了，他说哎，味道那媳妇我们喝杯酒，几十年了。你跟两婆媳啊？婆婆那时候只喝的白酒，都是喝白酒，那咋子这种酒喝？这个我们喝的上好嘛，就是跟米汤一样好黏呀啊！好喝嘞，啥子味道嘛？哎呦，喝那么多，是慢的喝，这个酒不是饮料啊。好喝，那个果汁耶，但是有滴点酒味道。有滴点酒啊？可以。酒精度15啊，对，但是酒精度有点高了。你还蒙得很但呢，闻起来是有点像，有点个酒味道，喝到也好喝的。很好喝，再给他按，没有责任。负责任得很，这种酒最醉人了，你还是不能慢慢喝，一人喝过一杯多两杯最多，你不能当饮料喝，你当饮料喝把你醉得没法啊。真的要喝点酒，就是醉了，觉得喝点酒，觉得心里喝这个飞得快点。肯定嘛，这个都是经常喝酒的人都是皮的。我们的祖传都是喝酒的，你外公喜欢喝酒，家过来，你婆婆也喜欢喝酒，他说哎。这个就是适当喝酒啊，有益身心健康啊，不能过度饮酒啊。根子，你要随时喝酒的根子得很，到时候放在慢慢喝，到时候没得来喊我朋友急啊。喝点酒，你把我上班都马上他喝点酒，他不得。要不喊他也上一下。我妈喝酒啊，就是很多年了，所以说这个酒还是要适当的饮酒啊，才有益身心健康啊。这个要酒虽好，但是不能贪杯啊，一定要少喝点嘛嘞，这个不能开玩笑啊。少喝点。